人伫咧讲命运天注定，一点啊都无唔对。人不知路途八字，就连生死交替，也是种注定的命数。天顶是一件喜事，但过落下讲地界，作为着新妇撇玉成善的代志，大家是足着急。因为三宝跨水婴啊开始接生，到即马足足已经十二个时辰，撇玉的囡仔也是无法度落土。最后一步，阿华，今日准备回团。唔免啦，迄烧水哦，我早就穿好啊。哎呦，唔是叫你先烧水啦，我这边有回团吼，从房间温度烧，啊，房间若温度烧温度悬，迄脉较通，我定着都较好生啊。啊，不过我先甲你讲哦，我即马是死马做活马医呢，我袂当保证讲这一定有效哦。好啦好啦，别回团，我即马过来买，我即马过来买吼。这是暗落花岗的天，好亲像破气同款。大雨三天以上，阿华来就咱摸着这包救命的土团，三天一直走一直走，无细里摔去滑倒，人扛倒起来想要搁走。出步落去砍脚落去，咱古早的查某人，上重要的代志有两项：第一是嫁好翁，第二是生一个敖囝来友好侍大人。要若有生，人就看你有够重。无生听讲的海翁会倒棒，要毋过生会过是加酒芳，要若生袂过就四地观察棒。有生总是有希望，要若无生惊翁会娶偏房。咱鹿港有一间梁山寺，这是一级古迹，几啊百年，即阵啊咧翻修，也毋过无重起。听讲保险爱开真济钱，咱的鹿港观音真慈悲，这是真实的代志。今仔日咱就来看鹿港观音救孩儿。呀，孙啊，孙啊，孙啊！你这阿欢啊，今仔袂转来啦？你还哭我呢啊？阿欢啦，阿欢，阿欢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你也苦啦！阿爸，鬼团是真啦！哎呀，戆囡仔，咱交代讲鬼团袂使北谈伊，啊，你说谈鬼啊，怎个哪有效啦？当然袂使啊！袂用伊啦，你若要爱恁某囝的命吼，赶紧找单来啦！找单，我出来找单。我有要务事啊，啊，你个好多钱就谈得来我边了？我我知道嘛。阿爸，你想做啥事啊？阿爸，观音妈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救我的媳妇，救我的孙。观音妈，你给我苦求，给我困求，观音妈。我那天保庇我的新妇，庇我能平安顺心，替我生一个金孙啊！得出来求啦吼，观音妈，拜托嘞，拜托嘞！观音妈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这是多啊！这是多啊！多啊！多谢观音妈，多谢观音妈，阿娘我心不救啊，我心不救啊，多谢观音妈，多谢观音妈。阿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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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走！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你呐，你敢不是桂武洞的孙啊，村长啊？是啊，我了村长，你当我了阮阿爸。我当要去找你尔，这个敢是恁阿爸的啊？是啊，还是阮阿爸的啊？阮阿爸人咧，我来讲，你紧倒去厝内吼，甲你厝内人讲，你阿爸吼叫上到恁家去啊。啊，这啦，小心啊，这个小心有大包。
春娇啊，你走倒去啦！啊，你规身骨淡破膏啊！你老母哦，伊是小弟偌古锥嘞！紧来看，紧来看！阿公，阿爸伊，啊，恁阿爸是安怎啦？阿爸伊死啊啦！阿爸有小公爷，干嘛还这样啦？啊！你阿爸死啊！阿爸！阿伯啊，你今日这卡鞋啊，我伫海边啊捡着。有人看到恁囝，叫小海运家来海底。阿华啦，阿华啦，阿华，我的囝啦，阿华啦，阿华啦，阿华啦，你没事，阿华啦，你没事，你没事。阿华来死啊！我家有重做梦嘛想，一场天顶的喜事，竟然用死来收。生一个囡仔，死一个大人，为着要找阿华来尸体，迫药的劣迹，人工开了了，还未半个月，厝内这个米翁啊，已经空空空，看到红红郁郁的细囝，以及伊的大官。迄个的心是怎？人伫咧讲救急无救急，人情事纸张张报落啊个，莫讲要借钱找阿发来尸体，连即马计价的三顿要吃都成问题。哎呦，佩玉啊！啊，你打先生了尔，无在厝内面咧做月台，啊，厝内倒在咧啰嗦咧创啥啦？阿英姐，唔惊你笑，阮家米养三工已经无米啊，我若是搁借无钱，阮阿爸甲春香一定饿巴肚的。哪会变安尼啦？阿英姐啊，你能借我一撮钱无？这我是无钱通借你啦，啊，毋过我已经教你趁钱。我也无本啊，是要哪趁钱呢？相公你无本，你就是上好的本啊！我只要你若肯吼，我保证你一家口啊，食穿免烦恼。皮匠啊，人讲第好食是第二泡，查某人上赞是半路啦。对吧？只要你若肯嫁吼，我保你半个月来一定当找对象。哎呀，姐啊，你若讲啥话啦？啊，我若情绪不明，哪会用叫我改嫁？人讲顾生无顾死，顾死就无真理啦。恁阿华啦吼，去予小狗引嫁去，哪有可能还佫有通好活命啦？黑玉啊！唔是我翘嘴应啊现实啦，感情吼就爱先顾巴肚。你看啦，咱大人会通忍腰，囡仔敢有法度忍？你敢忍心看你的囡仔对你来活活枵死？阿英姐啊，你是爱讲笑，就算讲我愿意，嘛无一定来要提啊。其实吼，只要你若肯点头，免惊无人要娶你啦。什么人？李树贵，李树贵，是啊，就只是将你生产了分去，把你倒扶入去房间，那个李波头啊。你讲的是伊？无唔对啦，嫁予波头吼，不是干那名声好尔呢，连恁大官甲囡仔吼，拢袂去挂着枵着，而且吼，都会当利用李波头伫个衙门的势力吼，把你斗三工，好恁阿华的尸体啊。这种一兼二顾，忙拉兼细顾，敢唔好？阿英姐，
你的意思是讲，我若嫁予你富贵，不但得解决钱的问题，搁当找到阿华的尸体？是啦是啦，只要你若答应哦，一切拢我来给你包办。阿英姐，我去看卖吼。志桥，你是搁在考虑啥？敢讲你忍心放恁全家伙啊，枵巴肚，还是你要等阿华的尸体给你扑灭？只要你点头，恁一家伙大细生活，就包在我的身上。我袂愿意摕你的钱。阿母，阿母，春娘，什么代志向阮公公？阿母，阿公伊，阿公伊搁放弃啊啦！爸，行，紧转来。阿爸，你清醒啊！阿爸，是王母啦，是王母，我不应该叫伊买花团害死，是我害死的啦！爸，这拢是阿花的命啦，阿爸。你莫靠歹身体啦，阿爸，你爱保重。我这老命袂要紧，我死袂要紧，只要我的口气能转来就好。爸，你先免着急啦，找恁囝的代志哦，包在我的身躯顶啦。是讲，你我都叫阮囝，对吧？啊！有什么调解？做你讲无要紧，做你讲。无啦，爸，我是烦恼你的身体啦。英姐，这银两哦，你先带贵夫人哦，因母我囝哦，去买一寡食的回来。来，姐。行啦，咱来吃饭。无啦，阿英姐啊，无缘无故，哪会安尼接受人的钱嘞？即马在分什么礼物？过一阵嘛，都拢家己人啊。小翠姨啊，你是在讲啥？无讲啥。哎呀，囡仔人有气无嘴啦。紧叫你阿母吼，带你去市啊啦，买一个好食的物件，等下给阿公吃，知无？好。无啦，阿英姐啊。哎呀，免坐啊啦。你袂记你已经三工无米通去煮饭啊呢？敢讲你要给恁阿爸枵巴肚是毋？好啦，行啦。郭大嫂，你做你去，恁阿爸我替你照顾就好啊。现在为照顾就好啊啦。行，咱来吼。好啦，行啦。先饮一下茶。爸啊，你要叫我帮你找囝哦，这是无问题啦。也毋过。唔管咯，是安尼啦。阮衙门的捕头吼要出来办案，一定还有恁百姓的上诉状啦。这张吼就是恁囝失踪，恁来报案的上诉状，请你签一下名。这我唔捌字啊，唔捌字吼，当一下手无也使啦。来，爹，来，袂啦，当囡仔就会使。来，当一下。啊！那你就我那叫阮家转来哦。有啊，有这张哦，唔来当帮你找囝，还佫会当帮你新妇找一个翁。多谢。唔知是毋是李树贵忧心，或者是天公故意伫咧作梦。你签下借据第七天，罗阿刚的地主听见，就传来找到阿发的尸体消息。也毋过这个尸体伫海中浸足久，根本就无法度去。即摆唯一嘞，只敢啊靠尸体身上的一卡位啊！要李树贵，就甲郭友同讲，这个尸体就是阿发。我答应伊的代志已经做到了，你答应我的代志嘞？
虑看卖。不是考虑，是一定要嫁。这张是恁大官向衙门借调的啊，古尸体一百两公费的借据。你若答应给我，这件代志我就暂时按下。哼哼，啊，若无，我就抓恁大官去坐家督下，到时我会好好款待。你敢？为着你，我有啥物唔敢？李素桂，你不是人，你是精神，你不是人。哼哼，精神也好，禽兽也好，反正你就是爱跟我做事。吴克业，恁大官会死的话，就记在你的决定。我等你的消息。爷们，我唔答应。李素桂，你莫食人想教。叶娇，你哪能讲这条话嘞？我听你都袂有啊，哪会去欺负你？我管着你安怎，我跟你讲个清楚，我就是爱收满一年。李波头啊，人讲食紧弄破碗啦，搁较着急，嘛无差到这一年。另外也有，另外阁有啥？先订一百，我先提一半。囡仔缀我过门，同款四过。你爱我替四过，饲一世人的老爸，请一世人的囝。安怎？你要答应？好，我答应。也毋过。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为着证明你是真心要改嫁，我爱你把过无法送上山头。哈？送死人上山头哦？啊，毋着表示甲全罗马港的人讲，你无要上岸，你搁再嫁啊？安怎？要答应无？这是真定。讲到这个李素桂，啊，做人哪会这臭屁？这款话，伊嘛讲会出嘴，这是摆明要甲碧玉啊闹开。人若是唔送，就是要酒馆；伊若要嫁，才会送上山。啊！伊是摆明要予碧玉歹看，要予规罗仔港的人家配嘴烂，嘛要予人知影讲碧玉啊是无翁袂活，这有影会气死因大官。啊，好嘞，师傅，把这包好洗好洗啦。啊，无，阿娘，歹势呢，我厝有拢无钱呢。啊，钱无要紧啦，先厝有才好洗啦，尔啦。阿娘姐啊，这个钱予你。我来休书，麻烦你好好办。咦，我会好甲办，你放心嘛咧。屁哦！阿爸，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。阿爸，阿爸，我。我知啦，回去了，一切代志你拍排着，看咩人无要紧吼。阿爸，我是讲。安怎？我是讲，后来出山迄一天，我要上上山头。哦，你要上上山头啊？啊！你在讲啥？你要上上山头，意思唔同，你要我改嫁？我
无安尼啦吼，你趁我坐，再甲通知一下尔哈。阿爸，不是我要嫁，是我袂用留。你讲什么笑话啊？你袂用留，这你的厝呢？有人看你哦、喔？无唔对啦，厝的这样环境哦、喔，较歹。但是我困苦，嘛来忍耐啊。讲则你讲，阿弟啊，春香，你遐细汉，伊袂用无你这老母，你知无？阿爸，你莫搁再问啊！我求你，你莫搁再问啊，好？我莫问，我莫问。我操！我惊死啊！哦，春你下顶改嫁啊，对无？哦，我无资格通问你，无资格通管你，对无？是不是？好，我莫管。见识也唔着好。阿爸，阿爸，你玉这娘心，也唔过，你袂着因大官的人。一方面是查康秘籍，现实的压力；另外一方面是李树贵的逼婚。为着这个事，为着要阿发来立土为案，你玉只敢当兵头，用李树贵那边摕来的钱，来发到阿发来双手。一人的这个嘴是真毒的，前翁还未出门啊，后翁的定金就送了。李树贵五十两送定的代志，员工伫罗阿港，被传到风风雨雨。伫阿发来出山迄一天，碧玉在李树贵监视之下，一定要忍受着庄人的这体恤，内底就出山的顶头，将阿发来送上山头。这哦，一定要搁记。哎呦，未见笑，翁早拄死尔，啊梦到还未打咧，就想要改嫁，要笑死人。嘿呢，哎，真正唔早念起哦，笑死笑死。我不准老爸要拿布啦。嗯，干么样呀？就是安尼。嗯。春娘，囡仔人唔通乱讲话，咱转来去。我阿母，你家讲，干你爸要搞嫁啊？讲啊！囡仔，啊你嘛真好骗呢！啊你根本都你都唔捌一个衫，恁老母若无要改嫁，唔翁死前要送上山头啊，对不？就是安尼，戆囡仔哩。若是恁人讲啊，阮老母一定袂阁改嫁。行，莫甲你讲。阿母，你家讲，讲你袂阁嫁啊，讲啊。阿母，你现在袂讲。讲啊讲啊，春娘，你莫再讲啊，莫再讲梦啊好。我唔知啊，我真正唔知啊。阿母，阿母，我哪会忘了哥哥？我忘哥哥啊！啊，恁家代志啊，啊，来来。春娘，嗯，阿弟啊嘞，跳出泥坡嘞，阿英姐，啊，阿英啊，啊，李波涛。囡仔，我甲你抱来啊啦！这囡仔阁真古锥哦，阿东这个吼真无简单，阁带着这个金孙啦。是讲吼，阿发即马无伫个啊，计较吼，都爱靠伊来传香烟啊啦。传香烟，只惊因过家，无这个福气啊！哦，哎，我是望真望，妈看你穿着你甲你凶的人，连一个打出是红影，你都无要放伊煞。哎呦！不是我凶，就是桂友同你这老狗，家己做得啦，就是伊报应。报应？八年前，是
恁百姓看介意就撇去，我好不容易装钱买礼物请媒人去因家提亲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玉堂兄，我知影你真介意阮查某囝撇去做你的新妇，也毋过我干阿一个查某囝，啊一块大饼是要安怎引两个囝婿？而且李公子，比你较早来讲这个亲情，即马要安怎办啊？我来啊！你讲了无唔对，本来任何代志就是要煎熬特殊啊，所做代志是我唔对，阮是的。来，这杯茶我敬你，甲你回去的。哦，这杯烧茶拄好，我昨甲今麦拢还袂困，拄好甲我提醒。哦，啊你看起来，你跋起来跋几暝拢无困哦。啊，手气真好吼、哦。啊，若无赢我今日有钱啊买礼物来送掉。是啊，大通宵，你毋是讲叫我睡，你嘛袂破。我。我来啊！你误会啊！你未来囝婿意思是讲哦，叫要博不博就是，若要博就要博较大个。哈哈，卖讲卖讲嘛啦！啊，其实哦，我来啊，你无了解哦，伊哦头脑做偌大呢？每天出出入入拢几啊百两银个呢？叫人还博赢哦，吼，偌大出手个呢？所以咱所有菜场查某，大家嘛足欢迎伊。你是讲啥话啦？我跋筊开查某是关你啥物代志啊？点你？你臭小囝，你敢骗我？好，你咪听我白讲啦。我哪有白讲啊？本来事实就是安尼啊。你敢出去？你查某囝袂嫁你种，会跋会饮会开会娇气。阿爸，啊咱拢讲好啊，定日我也送来啊。啊你袂当讲反对就反对啊。阿伯，那这吼我就需要讲出公道话。人对方礼也袂收。饼也未吃，这门亲事哪会用讲完成啊嘞？讲实在啦，五老爷意思就讲无赞成你查某囝嫁予你啦。你郭有栋，你敢卖去？你在骗我阿兄？啊！你走，我查某囝未嫁你种，我老爷娇贵，你吃什么？嫁我无做团。啊，嫁这三鬼哦，就较有做团。将来想靠出团，迄时也唔知。但目前至少啊，阮囝比较高了。啊，若要嫁啊，大家嘛要嫁哦，高一囡啊，唔才安心，唔才会幸福。你混账！啊，我甲佩玉叫你种大坑食坑，你唔敢吃大坑，叫鬼！我甲外间督督的，一早就来是你。人讲运气若来，啥嘛挡袂住。我李树贵虽然无路用，也毋过叫我逮着机会。买一个布头来做，啊！若因过价，也毋是同款，机会啊溜溜。哦，所以你才叫我去甲彼个讲亲情，原来你毋是真正甲伊撇掉的，你是为着要报复。当初伊笑我无路用，讲我干那样跋筊，毋知通讨趁。我即摆要来试看卖啊，侮辱我的后果。郭有堂，孤僻个，我唔拿要你死囝坐死，佮要家破人亡，后悔一世人。等。这是真金，只要你话若讲了好势，后壁我袂失你个的。要安怎？要安怎？阿华来死啊！叫连打出血囡仔，也叫李树贵活活个的，一张天顶的喜事，舞个落尾，做计家绝孝顺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哎呦，阿弥陀佛，你死都已经死了，千万都不要怪我，你要怪我，就要怪你这歹心的后劫啦。哎呦，你莫来找我，好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没啦，哎呦，拜托，拜托，你莫找我。九三，九三在。过甲祖先过客家，以你有赎金身之因，你当有报恩之果。今过甲骨肉有劫，明日大会抚养过甲骨肉，直到劫满之日。九三遵命。是求子求孙，我无凭无跪在咧你面头前，依然无法度改变我死人死子的命运。人人讲你大慈大悲，是安怎你对我无慈悲？我为着我的家国，为着我的后生查某囝，搁再家己，你不是人对我耻笑甲侮辱，你也是同款，把阮囝的性命收倒转去。是安怎你哪会这么无灵感？是安怎你无保庇我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观音妈，你既然无爱我一条性命，我就将我的命交返给你。你若有灵感，你就保庇我后世人出世一个好命哩。也若无，我甘愿做鬼，我甘愿做鬼。乖乖，唔好哭，唔好哭，莫哭，莫哭，莫哭，阿姆带你来找恁阿娘。红秀梅，
死。阿弟啊！阿弟啊！阿弟啊！红秀花，敢讲我的囡仔被石狮吞在腹肚内？囡仔的哭声，敢讲阿弟啊，被石狮吞在腹肚内？石狮，石狮啊！你囡仔害我，你囡仔害我，石狮！你囡仔爱我，你囡仔爱我。观音佛祖救难救苦，将撇我的囝寄伫个石狮的腹肚。哎，这个囡仔若准做母仔的话，迄就真离谱。观音妈是普度众生，应该对五撇玉爱同情。但不过，伊即马死翁死囝都真侥幸，想要酒馆嘛煞酒袂清。假使李树贵这件婚事，伊若唔答应，这条钱撇给我又搁无在条形，叫李树贵放伊煞，伊敢去？就爱看咱的观音妈敢有幸。人哋咧讲姻缘天注定，五百年前早定。为着要饲一家口啊，撇玉忍辱来解决。伊唔过，伊要哪想会到讲伊会下地，竟然是惊死家婆。这个时阵的撇玉，伫卡袂开石狮的腹肚，最用头壳去弄石狮。小姐，你是在做啥？姑娘，姑娘，你真醒啊，姑娘。姑，我啦。姑娘。姑娘，我乃观自在，今世救世来，哀哀众生苦，佛海度尘埃。阿弥陀佛。嘿嘿，变成这个模样，要做你的助手，嘛较好做代志。嗯。观音妈，金童这边敢真正有法度帮助贵家甲五撇玉，脱过这个劫？先生，叔叔，叔叔，先生，一切皆在机缘，机缘巧合，自可重回天命。你看，目前就来一个巧合。住在中药铺，赵凤姐，啊，你是？我你唔知，阮师傅就是关注在先生嘛。请问姐，你敢是这间药铺的先生嘛？是，我就是关注在。拜托姐，这位姑娘受伤这严重诶，拜托紧甲救救姐。好啊，好啊，你紧甲带入去。来，跪下。先生嘛，你莫后悔，莫后悔，我甲伊无实在，我只是啊，看伊昏伫个庙口个石狮边啊，才甲救来。你这個人面底皮嘛真薄吼，阁会歹势哦。金童啊，莫阁讲酸笑了啦，撇个耳朵紧摕去贴。哦，是。你个这位姑娘有实在哦。伊叫吴碧玉，伊是罗家港郭幼堂的媳妇。无唔对啦，伊是吼死翁，佮带囝去改嫁，
想会到迄个婴仔吼，过来死去，啊，在真无步、提无路的情形之下，唔只会想讲要去自杀。安尼讲起来，天公伯啊，对伊太无公平啊！人各有命，个人有个人的机缘命数，这是伊的命劫。哦，对，阿伯请教啊，你是？我是关主宰，拄来落啊干无偌久。哦，原来是先生嘛。你好，我姓王，是罗阿岗地主厅新来师爷。王师爷，你陪着五姑娘到这坐。金东，你甲师傅去头前把药啊摕入来。遵命。对。啊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看我也是对恁挺好。啊嘛好，啊无错。当时开一间中学房，我连拢唔知。金东，请问一下，迄位朋友我是讲，迄位五姑娘，伊头壳也伤不要紧无？好，你放心啦，那用阮先的药啊吼，保证无问题，念伊就会好啦。哦，多谢哦。朋友，朋友，哪伫遮？迄个查甫人是啥物人？奇怪。喂，你好惊死哦！囡仔人动脚动手是咧创啥啦？你是有病啊？要看病，要医诊，入去内底啦。我无病啦，你排什么队啊？啊，无要看病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走啦！啊，你管哦。你。真是是伊，哎，那骗的查甫人是啥物人呢？敢讲是个客兄？哦，不怪哦，不怪安尼挑东挑西拢唔听见，原来是另外客兄。人伫咧讲掠熊掠虎，唔通掠着车查某。好心的王进才为着救碧玉，做不法规个落下岗啊！人伫咧讲冤阿话，一件好事啊，煞跳出冤啊！故意伫咧塞弄是非，规罗阿港的人啊，拢讲啊，碧玉是去搭着王进才，唔只会翁婿连囝拢无，子囝全望孙来团结伊。一听到阿弟阿死的消息，伊的心内对碧玉是更加怨。进才呀！多谢你。一点仔小可代志，莫放伫心肝内。你紧入去。多谢。你是臭啥物？算你。阿爸。阿爸。爹咪，我唔是你阿爸。阮家家无这个福分，像你这款用花水性的查某做新妇。阿爸，你听我讲啦。阿伯。代志不是你想的安尼，你叫你，你出去！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你莫叫我啦！我拄仔就甲你讲过，我唔是你阿爸。我家下有动，今日虽然无后生哦，但是我可有骨气滴的。哼，退去！像这款土鸡啊、臭钱哦，我不爱滴。阿公，你莫骂阿母啦！过来，过来啦！咱过家无这款老母啦，你这个查某，还打死你啊！你着土客兄，你为了土客兄，竟然害死家己的囝！哎呦，阮过家是欠你啥啦？你来要来对待我，害我今仔绝囝绝孙的哈！阿爸，阿爸，我叫你莫叫名了，我跟你讲。阮家家搁安怎善吼，就无你这款不知廉耻的新妇啦！我跟你讲，从今以后，咱田无沟水无流，永远无瓜葛啦！阿公，你干脆，你干脆，你干脆！
孙娘。阿公，我求你，你别赶我走啊！你别赶我走啊，好不好，阿公？孙娘，你给我听好，从今以后你已经无老爸，也无老母，你干阿我一个阿公啊，干阿一个阿公啊，你知无？你有听的无？我不要阿公。咱是来做伙。阿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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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走，阿母。我到底做什么孽，像他们样的对待我？行了，哦，行了。阿母，你别走啦！阿母，你别走啦！阿母。我来讲，你敢大胆走出大门一脚步吼，你就不是阮郭家的子孙，有听无？阿母，你别我走啦！阿母，你别我走啦！迄局走了，只剩剩一个孤孤单单的村，村乡家姐，这大金钱卡，咋得一点？郭有同心内虽然万分着撇气，也毋过看到这么可怜的查某婿，郭有同的心，亲像倒伫咧挂遐尔啊艰苦。我已经等你两天了，你若讲怎么，我就会枵死啊，阿母。我就求你了，孙嘞，来，起来抱我的家。孙嘞，抱我的家，啊，抱你是要死呢，你若要死，就无机会看到恁阿母呢。是嘛？我食你的物件。春香啊，你要去也讲袂要紧，无你嘛把我先食了了，要去才来去，你才袂伤着身体啊。来，阿公备好你食吼。嗯，足香呢。你唔食，阿公要食哦。春香啊，你莫哭啦！你阿母是去出名呢，阿公若看你哭哦，阿官足伤心的，你知无？放开啊！你搞歪歪歪歪啦！春香啊，你听阿公讲哦。你阿爸已经死啊！你阿父还遐少年，人伊还阁有日子爱过呢，咱袂用遐自私，束缚伊的自由啊！无论你安怎恨你这个阿公，你总是阮郭家的人，你总是阿公的大孙啊！你已经无阿爸，阿公嘛无后生啊！阿公求你，阿公甲你拜托。你代表你阿爸陪伴阿公好无？让阿公来请你、疼你、惜你，好无？我的啦，我的把你的身躯变啦！我真乖孙的啊！啊，我真是乖孙的。
虽然为着厝内，为着囝，甘愿牺牲的拼命，变可不甲路尾，一家口路头路尾相拄，就要歹面相。面对步步逼近、不愿放松的李叔，拼命之后，就一年酒后的条件，暂时安搭了李叔的逼近，在王进才好意的斗三工之下，拼命搬入去王家。燕哥，人要害人，天不亏。天要害人才干净，就在罗阿岗将碧玉甲王进才关系讲到有影有假时阵，十二月底罗阿岗，后面的一阵鬼仔风，将计无法的鬼影吹倒来暗鬼仔的计家。刚的大义，母的顾囝，冤魂不散的阿发来倒腾，是要为囝报仇，或者是要为碧玉伸冤？为什么梁山时代有两个阿弟啊？碧玉为什么要杀死亲生囝？是为情、为钱，也是要顾囝？古早俗语，古早款，古台湾传承台湾，庙口文化不可断。今嘛俗语。爱流传，今仔日俗语要写啥？阿祖来讲予你听。张炳煌老师甲咱写，今嘛俗语：断是行，离行，百里母担忧，母行千里。理不求。各位师长兼外贴的好朋友，今仔日这句俗语是讲：理行百里，母担忧；母行千里，理不求。这句话吼，实在真讽刺啦吼！咱做少年的啊，想看卖咧吼，这就是讲，饲囝义务的不孝应该，无叫错到家在。所以讲，今麦囡仔吼，有诶实在是真叛逆啦吼。你都爱想着讲，即个爸母生你、饲你安尼，惊你偷烧耳热，惊你食无饱，惊你受枵寒。反正你要创啥物，爸母总是担心的。包括讲安尼，你出门一下都无偌远，啊老母吼总是惊讲，啊你呾出去。有要紧无？有吃饭无？穿有烧无？这就是做父母的天下父母心啦！啊，你一世人烦恼囝烦恼未了呢，也毋过反倒转来。人讲母行千里理不求，迄无共款呢。迄老母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安尼无欢喜就爱走出去，迄囝拢未烦恼呢，未烦恼讲这个老母呾受气啊，安尼就爱走出去。敢袂讲想袂开啦，或者敢就气一个破病，还是讲去分咧倒位，还是讲去朋友因家吼，去高油古金安尼亲戚因家，啊，要打电话甲这个啊老母关心一下，讲这个囝吼，实在生生的实在，啊，所以讲吼，防坑难在吼，做人的囝的人，其实父母绝对是疼囝的，其实讲有当时啊吼。咱甲咱的爸母吼，理念袂合，咱就爱想讲，爱就较济岁啊，咱就减讲几句啊，互伊念几句啊。只要爸母会欢喜，安尼就好啊嘛。因为爸母饲咱半世人，咱搁甲爸母做阵嘛无几当，所以毋免想过到。也奉劝咱做来做爸母的，时代咧变啊啦吼，囡仔的想法有当时也甲咱差真远。有时阵，囡仔若想讲啊，伊要安怎，搁要安怎，你会感觉讲啊，这唔通啦。也毋过，奉劝咱做老东西哦，囡仔有囡仔的想法，有当时啊，放手或是放心，给他去做。
等伊唔拄好，真正去碰到壁倒转来，伊就知影讲，嗯，当初咱甲讲的无唔对。所以人讲吼，会做爸仔囝、母仔囝，拢是少欠债，至亲父母是咱的。做囝爱友好老母甲老爸，这是世传世。这句话，咱来感谢何英导师社卢太太为咱提供，也感谢书法大师张炳煌张大师为咱书法，非常的感谢。节目最后要感谢这一集的赞助单位，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林进春服务处，咱做服务人员，当然最感谢的是林进春委员，也还有最最感谢的就是陈秀卿林夫人。阿祖特别伫个遮，要将伊个善行提出来，甲大家讨论一下。这个人实在是一个真了不起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初我要来制作这出《洛江观音》的时阵，我要邀请林夫人来演这出戏。伊讲啊，唔好啦，唔好啦，唔通啦，啊，我若不是演员啦，啊，我袂晓演啦，啊，我就甲讲，你就唔免演啦，你就亲像你普通时啊做人，安尼就对啊。因为我感觉你就是活菩萨，伊说怎啊讲的？什么我咧活菩萨？所以我讲有一句话，人咧讲，假使你若是心存善念，然后做好事、讲好话，安尼你就是活菩萨。为什么我说林夫人是活菩萨呢？因为我捌这个人无偌久，也毋过我去因家啊，伫个因客厅坐三四摆，伫个四五点的时阵。我突然看见真侪人哦，拿扫帚啦、提畚箕、镰刀，哎，就一个啊一个，啊去发200块给伊。我觉得很奇怪呢，哎，这些人干嘛到他家来拿200块呢？当初因为不太熟，我也没问呐。然后我在第二次、第二三次，同样看到这种情形，我就禁不住说：“哎，林太太，啊，现在你来安尼？”啊，一个拢发200块给伊，啊，伊就笑笑甲讲，啊无啦，啊我这吼，啊都做真久啊，为什么做真久啊？啊，因为吼，做人即卖时机歹，啊因无头路嘛，甚至我甲看迄扫地吼，啊都是一挂啊卤肉啊较贫苦，甚至有一挂吼，迄智商较不足的人，啊当然是找无头路，一找无头路，长期要安怎？总是爱食饭嘛，伊讲啊，我着小花钱吼，啊一个若是200块给因哦，安尼因今仔日吼要食饭的，都拢无问题啊，至少因会当过日子嘛。哇，我听起来真感动嘞！啊，我讲啊，你这代志是做偌久啊？伊讲啊，都继续做啊，啊只要伊闹来，啊我着叫伊去安尼等者，唔是扫因兜家己的呢，是扫所有的家咯。啊，我以为是政府咧做的嘞。结果不是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林太太吼，实在是真的是个活菩萨。平常时啊，咱会感觉讲啊，这立委夫人安尼穿金戴银，而且伊真少甲人同时出门啊，咱会感觉讲啊，这可能吼是迄个大官好去啦，啊是部长级去啦，啊有在咧应付啦。其实不是呢，像这样子的人，咱吼世间哪拢这种人，我感觉咱都未有真多代志。也袂真侪讲歹人吼，也袂抢人、偷人、劫人，因为我觉得人只要心存善念，真正是做好事、讲好话，一个这种人就是活菩萨。阿祖伫个遮，真正要甲咱做西中兼换贴的好朋友。咱若有这种好朋友，你也感觉讲，我的朋友真正是一个活菩萨，阿祖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一次，咱的林太太来饰演这个洛江观音，我感觉伊拢无演，那就是她了。当然也要感谢吼，咱这个文玲啦，还佮有这个服务处真侪朋友呢。每当我们到这里，真正是吃好做请客，尤其是阮小芳芳哦，到林委员因家去吃饭，食一个偌欢喜嘞，讲叫伊予林委员做，佮伊讲安尼我就冒死啊。所以现在小芳芳的小名叫做冒死啊，哦，尤其是吼，也要感谢的人真侪啦。咱洛江吼，咱大家拢知影，这妈祖庙是历史悠久，因为一栋真赞的这个香客大楼，这摆吼嘛借阮来住宿呢，非常的感谢，特别要感谢这个协助的人，这个人叫做吴礼喜。
这个名字哦，啊念台语我煞袂晓念，叫做吴礼喜，讲台语袂晓啦。感谢这个吴大哥哦，你用个讲真正是诗中兼画贴的，有江湖道义的啦。每当阿珠看到哦，你都在现场帮忙，甚至也帮我们找景啦。谢谢我们这个吴大哥。还要感谢的是在鹿港的乡亲，你来参与做这个临时演员，让你真辛苦。虽然你这样有当时做得很难，但不过我们鹿港的观音真的很灵感，一定会保庇你一切顺时万事如意。各位师长跟我特别好朋友，今天阿珠美不美啊？今天是新天地为我打扮，我们感谢老板娘陈淑金，也感谢我们的黄世汉黄经理，还有江舍为我造景。当然最感谢的是今天为我打扮的是小雪还有丽淑，今天非常的感谢各位师长跟我特别好朋友。假使你若有故事有俗语，或者讲有甚物庙口文化啊，想要来让咱在师长话题大家拢了解吼，咱电话卡来，电话伫遮伫遮，这个电话是25466760，还记得呢台北爱加控制哦。假使吼你若要写批，嘛是会用的哦，咱批就该寄8166969号信箱。唔通袂记咧，下一礼拜完结篇，咱这个鹿港观音真正真好看，会记得哦。下个礼拜鹿港观音，咱再会。